泥徽章是随机变成历代可以使用的徽章。哇，不错哎，这是硬的吗？超特别的。传说中的，传说中的历代。公的阿婷，哦，我以为是鸡刀虫，那鸡刀虫比较简单。要让人家进头啦。
人家在露营，你在挡人家进。你会入有几率入境啊，要小心。等下头被落到里面去，就真的一个头在在荧幕上面。对啊，一个头 gank。就刚一个头被落到里面去。这神卡好漂亮。你要看是可以，就是不要变那个，变它入境就好了，落到你一个头的前面。如果是那边按的话，它就会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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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